们要吃最喜欢的蓝记麻辣锅，这个。那我们看看有多好吃。他已经讲蓝记讲很久了。他最喜欢的麻辣火锅。对。然后每次都要排队，而且老板很有个性。爱吃不吃随便你，要吃你就不要尝。真的，外面已经在排队了。很多那种手写的一些标语，这是一间很酷的店。好，进去吧，进去吧，终于排到我们了。看，大陆妹。它的蘸料是祖传蘸料，不需要加沙茶酱，你的最爱，老板都不要加。所以他就只有这几样而已。